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，享年96岁。英女王同菲利普亲王相伴73个年头，二人年纪相差5年，一见钟情下，于1947年7月9日订婚，同年11月20日正式结为夫妻。73年嘅婚姻生活，靠嘅系双方一直坚守信念，先可以维系多年。菲利普亲王为英女王做过嘅惊喜，默默喺身边守护对方等等嘅甜蜜秘诀，都能令到英女王感到安心。只有菲利普亲王喺身边，英女王先会笑得忘怀。